蛮多人，爆多人问这件上衣的。然后这件我觉得还蛮适合夏天的，很凉。细纹皱领开扣衫，两个色，两个色是明黄，还有个白色。白色，那我先给大家看那个花纹好了。它布料其实是有皱皱的感觉，然后它上面是有做这样子隐约的条纹压线，然后对，然后是做这样子两条一条两条一条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它远看会有点像是皱皱的感觉，然后素素的，对，素素的，就是不会太简单，然后不会太单调。那它的领口是做这样子一整圈细皱褶抓领的，然后所以还蛮有分量的感觉。然后领子也是做没有做到最上面，扣子没有做上面，然后是有点 V 领，然后整件是宽松，像是罩衫式的感觉，没有肩线，所以也不太限身形，就是基本上各种宽肩窄肩穿都可以，对。然后它本身就是有点罩衫式的，等一下再请小编把上衣拉出来，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扎起来穿，然后也可以把它拉出来，然后是全棉的材质，那它基本上两色都会有点透肤，都会有点透，因为它是做浅色系的，做浅色系，所以大家可能要自己搭配一个 bra top， 像小编身上现在就穿一个白色的半截的 bra top， 基本上看起来就不太会透，所以就是就是大家要自己懂得，就是夏天很需要的东西。没错，工作那个官网好像也还有 bra top 在卖，很需要。对，然后转圈给大家看一下侧边，你转太快了。我要看背面，侧边、背面都要看，侧边、背面，好，背面也是这样皱皱的。那你也可以把它全部都扎起来啦，我们现在是有做这样前短后长的扎法，然后我们现在拉出来给大家看。对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宽宽的，蛮松的。你有一颗扣子没扣到？刚刚我扎的时候被我弄掉了吧。哦，所以你也可以搭短裤，就是如果你是下半身是搭短裤，不扎的话其实也可以，蛮日本的感觉。好，小编身上是米黄色，然后另外一个颜色是白色。好，好，下一套。